大逃杀模式，一局7分钟左右，是人类和僵尸的戏码。但是你见过通关时长2个多小时的地图吗？这已经不是人类的大逃杀了，是玩家肉体精神上的碰撞。你能通关它吗？ CSI 史上最长的地图之一，恐怖酒店大楼。Oh yeah， 好家伙，我是小徐。今天我要给大家带的是 CS Online 一张电信二区的大逃杀地图。这张图的名字叫做老规矩，我还是记不住名字，好吧？这张地图的话呢，整体节奏是非常非常的慢啊。我呢打这张图，从开始到结束将近2个小时左右时间，我才把这张图完完整整的给大家录了一遍通关。非常非常吓人。大家这些视频看到的时候，应该整个视频剪完应该也会保留1个多小时的一个进度。看到这边大家能不能给我一个一键三连，真的做这些视频非常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我估计做完这些视频我得做一天估计。好吧，那我们就正式开始我们今天这张地图了。然后这张地图的话呢，整体节奏是偏向于比较慢的一张存档大逃杀，然后总共是打了有20多个回合吧，最后才成功通关啊。并且在视频开始之前先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张图的话是当存档大逃杀，所以说难度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其中有很多很多地方都是被抓的，甚至最后的时候通关的时候我都是以一个僵尸的身份去通关的啊。但是不影响我们整张图的流程，好吧，那我们就开始了。我们这局的话呢，开局我们拿的是沙尘毁灭，这张图的话因为是存档大逃杀，所以说并没有设置武器限制，我们呢给这张图设了一个新经典生化新经典的一个武器设置，所以说的话我拿的是沙尘系的一套武器，也是非常的舒服啊。来，我们看一下我们这边的话呢，拿了个钥匙，僵尸的话也开过来了，我们掩护一下队友，队友爆啊，这队友真菜啊，没办法啊，这个队友哎太难受了啊，太难受，好像是水友啊，呵呵，不好意思啊，那就哎这边走错了，哎呦走错了走错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这个还是被抓了啊，没关系，那我们就继续往前走吧，没关系啊。这张图的话是存档大逃杀嘛，我们这边的话呢已经到达这么个存档点了，所以说我们把前面人抓掉，我们就可以重新开始我们今天的房间了。来，我们就往前走。然后这张图的话说实话是一张非常难得让我玩的浑身起鸡皮疙瘩的图啊。为什么我这么说，这张图地图非常非常紧凑，非常非常非常让人就玩这张图就感觉有全身的蚂蚁在爬，你们知道吗？目前大家有可能还没体验下来啊，等会你们就能体验到我那种浑身被蚂蚁爬的感觉了，非常非常的难受啊。好，我们这边的话呢继续往前走一下。好的，这边的话呢直接开饭 Triple Q 蒸发3个人类。好的，逃脱失败，但是我们这边已经到达存档点了，所以说问题也不是很大啊，直接从存档点这边开始。然后下面的话有旋风 AK， 我们这局先不拿旋风 AK 了，直接往前面走，直接往上面走。好，然后这边的话呢是一个小楼梯啊，我们可以继续往这边上面走一下。哎，然后往左这边有床，然后再往上跳一下。好，这张图的话整个的流程大概是2个小时左右啊，玩完之后的话大概是2个多小时。然后这张最恐怖的是啊，这个作者说这张图他还没有做完，这是最恐怖的啊，这张图作者说他这张图没有做完是最恐怖的。哎呦，我真不知道这张图做到后面要做到什么样子啊，太吓人了啊。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呢起了一把旋风 AK 啊，也是问题不大啊。然后角色方面我是选了一个蓝兔泰丽莎。来，队友们啊，队友开始变多了，玩家开始变多了，现在是第4局。大家可以看这期视频的时候，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这么一个上面的这么一个局数的变化，大家会有新奇的发现哦。来，我们继续往前走。然后这边的话哦哟，扑朔迷离了，让我想起了以前玩过一款游戏啊，叫做《镜之边缘催化剂》，里面有一个场景就跟这个场景非常像啊，让我感觉非常好玩啊。来，我们继续往前走。这边的话呢是一个台球桌塌凑的一个地方，大家可以发现啊，目前玩到现在为止整张图都没有很大的场景，都是小场景，然后小场景里面套小场景，小场景里面再套小场景，然后最后就达成了一个非常让人怎么说呢，就感觉有点难受吧。来，我们这边继续往前，你们看又到了一个小场景啊，继续在一个张图作者思路很清奇，一个小房间里面他能利用一些东西能够造成上下两部分，然后你就要从下跑到上，从上跑到下，就我也不知道跟你们形容吧，你们就看好吧。我们来到了一个电梯，这边电梯的话需要等待一下时间启动，然后队友的话呢都开始过来了，队友的话目前来说也是比较多，我们这里的话没有拿到生命探测仪，所以说不知道僵尸的位置。来，我们继续往上面走一下，电梯 OK， 僵尸的门也要马上开了，我们赶紧走一波。好的，然后管道各位
管道。哦，各位，最恶心的地方来了，这个地方就是全整张图恶心的开始。你们想象一下，你在这个管道里面穿梭，各位，现在是我在操作，换作大家自己来操作，你们就知道这张图有多恶心了。啊，太的，哎呀，好恶心啊！哎呀，哎呀，各种卡币，各种卡键，各种墙体与墙体之间的碰撞，让你哦哦，我说实话，我现在的感觉，哎呀，真的是感觉有一万只蚂蚁在我身上爬。哦，过来了，过来了，哦哦，总算过来了。OK， 这边的话呢，应该也是到达了一个新的存档点啊。我们继续往上面走一下，继续往上面走一下。好，我们继续往下走。然后的话，这是一个楼梯，一个向上走的楼梯。哦，像一个那个 level 几来着，后室里面一个无限楼梯的感觉，对不对？然后这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啊，整张地图的节奏已经偏向于往上走了，像类似于高楼大厦这个样子啊。这张图虽然说整个流程造起来非常的，玩起来非常恶心，非常的让人不舒服，但是这张图的一个节奏把握的还是非常的好的，包括它建筑的风格之类的，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种类型的地图的。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类型地图的。后面的话呢，也有比较炫酷的场景啊，到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好吧？来，我们这边的话呢，需要守点守一下。僵尸的话估计快来了，我们拿着旋风 AK 啊，所以说我们尽量还是能守队友的话呢，就帮忙掩护一下。这个笨蛋队友，我掩护他都跑不掉，我真的是服了。好，这边门开了，我们赶紧往前面走。然后因为这张图没有限制武器啊，玩家可以用这么一个，哦呦，这边我还是被抓了啊。不过没关系，我们还是到达这么一个存档点了，所以说被抓之后，我们只要把前面这两个人类抓掉，我们就逃脱失败，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存档点了。然后这张图的话，我刚刚说到啊，没有限武器，所以说玩家是可以使用这么一个，类似于战魂机枪那把枪。战魂机枪，我听别人说那把枪的强度很高啊，在灾变里面，它的啊不是灾变啊，逃杀里面，因为它可以穿墙，听说好像穿墙特别猛啊，特别厉害。啊，当然我没用过，我也不是很清楚啊。全程我基本上都拿着杀神毁灭者啊，比较求稳嘛，对吧？来，我们这边的话呢，继续往前面走一下。然后这期视频的话呢，我整个流程我基本上都会给大家剪一下的啊，会把存档的地方都给大家剪一下，不会给大家看重复的地方的啊。但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上面那个回合数，大家就会发现啊，其实我一个存档点有时候玩了好几个回合，我甚至才过关，很痛苦啊。所以说，好，我们这边的话呢，继续往前走一下。这边的话场景也是比较熟悉了，刚才的话我们在这个场景这边，然后旋风 AK 啊，我们这边没有捡上。捡上旋风 AK 的话呢，就意味着你还是尽量要帮队友守一下，因为旋风 AK 这把枪在灾变里面，包括大逃杀里面，强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你用旋风 AK 尽量的帮忙去守，掩护队友，会让前面队友会很舒服一点，非常舒服啊。好，我们这边的话呢 V 键也是全部给加满了，有可能这边有小伙伴很久没玩灾变了，不知道啊。下面这个条的话呢，就是说你打僵尸啊，会攒下面这个条，然后攒满了或者说攒过一定的数量，你按 V 就可以进行一个加速。好，我们这里的话呢，来这个下面，这下面的话呢，有点类似于电锯惊魂的感觉，我们需要把两个坑里面的怪物给清除掉，然后防止旁边两个机关把我们压死啊。我们这边的话呢，两边有两个墙，你们看在慢慢的挪动，我们这边需要躲在这个坑里面，防止这么一个机关慢慢压死，然后我们这边需要躲一下 ，OK， 然后等这个机关慢慢往回退掉之后，我们就可以出来了。怎么卡键了？哎呀，我卡键了，各位，我卡键，我没有按 D 这个键，你们知道，它卡键，它自动卡过去了，神经病啊！完了，我复活在你前面了，出大问题，往回跑，我们往回跑。啊，寻找一线生机啊！这边还有挂机的，赶紧走！赶紧走！哦，这张图不过做的也挺牛逼的啊！它不但设置了往前走的路，它还设置了往后走的路，也挺厉害的。快走！僵尸，哇，哥们儿，你跟我有仇吗？你是啊？啊？怎么啦？你的痔疮是我给你造成的，是不是啊？管我什么事啊？啊？你屁股上痔疮又不是我给你搞的，你干嘛呀？哎呀，没子弹了！啊，没子弹了！快走！这楼梯怎么这么长？他还在追我，神经病真的是。没关系，各位，我有个想法，等会儿我们来个亲王绕柱啊，各位，亲王绕柱走，好 ，nice 啊，哈哈，酷不酷，各位，酷不酷？直接来个反向操作，直接给他来个痛头一击，哇！太酷了，赶紧走！这僵尸已经懵逼了，各位，僵尸已经懵逼了。哦呦，他又来了！哎，你干嘛老是要追我呢？开个 V， 走，开个5G跑，喵了个咪的，兄弟，干什么？
干嘛一直要追我啊？赶紧走！我已经啊，这僵尸跟我有仇一样的，你们发现没有？全程跟着我，有毛病啊啊！哎，真的是啊啊！不过没关系啊，我们这边的话呢，至少也是帮队友稍微掩护了一下，拖延了一只僵尸的进度。当然，拖延一只僵尸好像进度也没什么用啊。好，我们继续往前走吧。我们这里的话呢是奥巴马，然后往前走。然后整张地图的话呢，我设置的是一个奥巴马的房间啊，所以说，我设置了奥巴马，难度都如此之大，你们就想象一下这张图搭起来有多累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电信二区啊，自己去体验一下这张地图啊。不过我说实话，在玩这张图的时候啊，陆陆续续已经换了好几批玩家进入这个房间了，你们知道吗？中途已经有好几个玩家退房了，然后又进来了好几批玩家，你们看又有玩家退房了，你们就想象一下这张图有多恶心了，好吧？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话呢，我们就往前走。哦呦，这边还需要这么一个古墓丽影啊啊！古堡探险是吧？无敌了，孩子，来往前走。哦，这边的话呢是个床，啊、哦，我真的无法想象啊，这个作者在做这张图的时候，他的内心的想法是怎么想的？整张图我别说玩了，我玩下来的感受都非常的恶心，我都不知道作者是怎么把这张图完成的。哇，我感觉作者精神状态还好吗？好，逃脱失败，我们这边的话呢也到存档点了，没关系，来变回人类吧，我的英雄。好的，拿上我们的沙尘毁灭者，直接往前面走。然后旁边的话呢也有武器补给啊，我们就不需要了，直接往前面走，来到刚才那个存档点，来跳对面。 OK， 行云流水，非常丝滑。大家可能会比较好奇啊，为什么我玩这张图这么丝滑？因为这张图我来之前直播的时候就已经玩过一遍了，但是没有通关。今天的话呢，我是给大家完完整整的从头到尾给大家通关了一遍。哇，又是母体，哎呦，好不容易变为了人类。好吧，我又是母体了，但是没关系啊，当母体的话呢问题也不大，我们直接过去抓人类就完事了啊，过去抓人类就完事了啊。好，我们这边复活一下，三二一复活。 OK， 往前走，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是他们的奴隶。干什么？太阳手点直接抓掉，开饭啊！来，我们再往右边走，再往上面走。好，无敌了，孩子，往前走。哎，我们再往下走。哇，这地方简直就让我想起了一部电影，叫做什么？叫做《电锯惊魂》，你们知道这个电影？哇，让我想到了《电锯惊魂》这个电影，太抽象了，这图。好，我们就往这边的话呢是一个水路啊，可以看到，哇，全是水。哦哟，这水喝的啊，这希望不是马桶水吧，让我喝喝啊。好，这边的话有个人类，好，抓掉，漂亮。然后再往右边走，然后人类的话呢在上面这个平台上面啊，然后这边需要开门开一下，他们的话在上面守点，我们的话要继续往前走，然后往左边，然后再往左边，然后这边有个挂机的，抓掉，来到里面。我很好奇啊，这个作者的思路是怎么样的呢？整个建筑我有点摸不着头脑，这到底是一个公寓呢还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作者这个创作灵感来自于哪里啊。好，我们继续往前走一下，这边是个浴室啊，可以看得出来整个地图应该是类似于一个工厂吧，应该是一个工厂，如果不是工厂，说实话这么多管子有点不科学啊。好，我们继续往前走一下。哦哟，这边你们看全是管子啊，让人感觉非常的狭小，如蟒蛇缠绕般的窒息感。我现在哇，真的就是如蟒蛇缠绕般的窒息感。哎呦，狡猾了各位老寒腿。啊，不好意思啊各位，玩逃杀我比较老寒腿啊各位。啊，不好意思，说错了啊，这张图是电信一区的图啊，跟大家说错了，这是一张电信一区的图，不是电二的，是电一的一张地图。哇，我这个老寒腿受不了啦，哇，又死了。喝口水啊，嘴巴干了。好，我们这边的话继续往前走一下，然后有箭头啊，这张图不过好还好有箭头指引，会让我们比较清楚一点啊。我个人的话呢不是特别喜欢没有箭头指引的图，有时候图就很乱，你们知道吧。我玩过很多地图，有些图做的还是不错的，但是没有箭头指引就导致整张图节奏非常的乱，我就哎呦，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走，你们知道吗？我就整个图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走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话呢还是死掉了啊。然后我们这边可以看见玩家的话呢在旁边的这个建筑的边边上面走啊，这边也是比较神奇啊，你们看啊，这张图没关系，我们这边的话又到存档点了，我现在哪个是存档点我都已经背下来了各位，就这么夸张啊，现在哪里是存档点我都已经背下来了。我们继续往前走一波，这边应该是个图书馆啊，真的很乱，这张图我甚至刚才莫名其妙从工厂跑到了图书馆啊，这什么奇怪的建筑构造。然后我们这边需要往上走一下，然后这个图书馆这边的话呢也是比较的混乱啊，也是比较混乱，非常非常闹啊。就像我开头说的那样，这张图思路非常的惊奇，整张图就非常的迷乱，
啊，真的是非常的迷乱啊，一个场景作者可以让你在一个重复的场景里面跑好几遍，就这么夸张。好，我们这边继续往上面走一下。好，然后这边的话呢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哦，前面的话呢，这边是有一个怪物，玩家需要把这个怪物给击毙掉之后，我们就可以通往这个区域了啊。但这边的话呢，因为怪物血比较厚啊，然后玩家的话呢也已经被抓的差不多了，我们这边的话呢可以宣告，基本可以宣告我们已经下回合了，我们直接下回合开始就可以了，好吧？好，来到了下回合存档点 ，OK， 继续拿上我们的沙尘，然后直接开始走，不要急。不要急，好，来，我们这边再往下走一下，老寒腿，操！我讨厌老寒腿，各位，我讨厌老寒腿，真的，哎呀，我这个腿，哎呀，各位，年纪大了，得分尸了，啊，脚不受使唤了，啊 ，OK， 我们这局的话呢，以人类的视角再跑一遍我们这个图书馆。啊，不过这局的话呢，我们一般就可以通关成功了，因为前面的怪物的话呢，用僵尸的视角来说抓起来可能会比较慢，但是以人类的视角来说打起来是比较快的。好，我们去往前走一下，整张图的话也是比较的乱啊，比较乱。好，我们在图书馆中之间穿梭啊，我感觉知识的海洋，这让我想起了以前玩我的世界，玩 MC， 你们知道吗？玩 MC 有个附魔台，那个附魔台呢就需要你这么一个放很多书。以前的时候我不会搭附魔台，就在附魔台旁边围一圈，造个像小房子一样的，也是挺怀念的啊，挺怀念的。现在 MC 也不知道更新多久了啊，扯远了，各位扯远了，跑回来啊，不要跑偏了啊。好，我们这的话呢要打下这么一个南瓜怪，把这南瓜怪干掉之后的话，我们就可以继续往前走了。来，左键稍微点一下，一定要跟这个南瓜怪保持距离啊，靠得太近了，这南瓜打不到伤害了。然后还有很多玩家堵在这个地方，很容易把子弹打到这个玩家的身上，快死吧！哇，血真的是太厚了啊，太厚了。大家看上面进度条，我们现在的话呢，进度条已经跑了大概有个三分之二，还剩个三分之一。有可能你这时候会好奇，小兄弟也没多长嘛，这图啊，但是你们看一眼视频的进度条，你们就会发现。远远没有那么简单哦，各位，真的是远远没有那么简单。好，我们这边的话继续往前走一下，又回到了这个熟悉的工厂环节。这个地图真的是很微妙，一会儿工厂，一会儿学校，一会儿图书馆，搞得就好像是像未来世界。我盲猜一下这张图的思路啊，未来世界人类啊，这个把工厂和图书馆还有学校建在一起了，哎，为这个工厂直接间接性的给这个学校发电，非常神奇啊，非常神奇啊。好，我们这边的话呢，墙也给开枪了，我们可以继续往前走了。我这个解说的已经这个嘴巴已经不溜了，各位，我们继续往下怎么走一下。好的，然后这边这边的话呢，类似于一个监狱啊，你们看每个空位都有一个马桶，类似于一个小监狱啊，非常难受。来，我们继续往前走一下，在监狱之间穿梭，非常的小恶心啊。好，我们这边的话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好，我们这边继续往下面跳一下。好的，来到这个上面，把门开一下，然后往右边走，再往左边走，再往右边走，再往左边走，再往上面走。好的，然后这边的话呢，需要把这个炸弹桶给打一下，然后炸了之后就可以继续往前走了。来，继续往前走。好，然后这边也是比较乱啊。好，慢慢往前走。好的，哎，然后这边的话需要跳箱子，往上跳一下，哎，就像小时候玩的跳箱子一样。哦。好，然后这边的话呢又需要手点了，这个地方的话呢是一个手点的位置啊，他们需要的话呢需要手大概40秒左右的时间，前面这个通道才会开启啊，所以说我们必须得守一下。僵尸的话呢目前来说也不多，我们有十几个玩家，目前的话就三个僵尸，三个 zombie， 对我们来说问题也不大啊。我还是那句话，无敌了孩子，我还是那句话，好吧，玩家比较多啊，你无敌了孩子。来，我们左边继续射一下。来，僵尸的话已经从后面开始绕过来了，但是我们这边的话呢也不要慌。好的，这边的话呢墙体已经破裂了，我们可以继续往前面走了。来，猫步继续往前走。好，然后往上面直接爬一个楼梯，然后我们这边需要跳跳乐往上面跳一下。哇塞，其实我玩到这边的时候我的心情已经有点崩溃了，已经真的已经有点崩溃了，大概已经，大家可能看现在进度条的话大概还在18分钟左右，但是我玩这边的话呢，我自己玩的时候已经来到了大概半个多小时了，已经完了啊，已经第七回合了，挺痛苦的已经。好，这边的话呢又是需要清一下这么一个小怪，一个小幽灵啊，一个小幽灵，我们需要把这个小幽灵清掉之后我们才继续往前走。好的，幽灵上，对不起，果面大赛，往前走。好，然后这边的话呢需要开个密码，66612321，密码是哪个机器，我们来找一下这个地方哪个机器是可以用的。好，这边机器可以用。来，密码是什么？什么意思啊？一二三，不对，密码不对，什么意思啊？六六六一二三，
啊，哦，门开了，门开了，没关系啊，这边有大佬，估计他们已经知道这个密码了啊，然后就把门开了，赶紧走，赶紧走啊，也有可能是我智商不够啊。来，我们这边继续往前往右，哇，整个图真的就是非常乱，我甚至都不知道这个作者这个场景是怎么设置的啊，感觉就是没有设置，就是没有设计，想到什么做什么。这张图我感觉是这么做的啊。好的，来到这边的话，那我们又来到了一个存档点啊，来到这边也是变了，没关系啊，我们已经到达存档点了，所以说我们可以去下一个阶段了啊。这个存档点的话呢，大概全图大概有个全图大概有十来个存档点啊，也是比较的多。我不知道其他的存档大逃杀地图有多少个存档点，但这张图真的十来个，我个人感觉已经非常非常多了。好，我们这边来看一下，我们这边的话呢，需要继续往前走一下。我们可以发现，现在这个存档点的话呢，在一个整张建筑的边边上面行走，也是比较让我酷炫的。我第一次玩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说实话，我感觉还是做的非常酷炫的这个地方啊，在一个真。这么高的高楼上面，在边边上行走，说实话还是非常非常酷炫的，好吧。来，我们这边的话呢，继续往前走一下。好，我们这边穿过拥挤的管道，往右，往左，再往右，再往右，然后躲在这个小马桶这边。这边的话呢，需要等待时间，时间到了，这个门就开了，我们就可以继续到下一个阶段了。非常的 crazy 啊，各位，非常 crazy 啊。还是那句话，你无敌了。孩子，门厕所门一关，老八直接嘿嘿嘿。好，来到下一个阶段，我们这边的话呢，需要来到这个下水道这边。这边的话呢是充满了水的，我们也得赶紧从这个水这边出去啊，因为水这边的话呢会导致我们缺氧，然后就导致我们间歇性的这么一个扣血。你们看，已经开始扣血了，三滴血，三滴血再往下扣啊，所以说我们得赶紧走，赶紧来到这么一个能呼吸的地方。这地方的话呢也是比较闹啊，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啊，你们看。哎、哦、呀，谁家马桶这么构造啊？啊，谁家的马桶这个下面会这么做呀？真的是太不科学了，好吧？来，我们这边继续往下走。哎，这是马桶的下面，各位，这是马桶的下面。我去，难以想象这下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好，我们继续往前走一下啊。这边的话，我们又要下水了，好不容易上了下岸，来，我们又要下水了，好难受啊！来，我们继续往前面走一下。然后这边的话呢，需要等待一下。这个地方我们需要等待这么一个门的开启。这个门要怎么开的话，我们需要20秒钟。我们还需要先到这个上面去，我们才能开这么一个门。但是这边僵尸已经姗姗来迟啊，所以说我们这边基本上也已经没有了。我估计我们得下一个阶段，我们得重新跑一遍了啊，得重新跑一遍了。来，我们这边要地下门啊，失败啊，逃脱失败。我们估计要重新跑一遍了吧？我不知道有没有到存档点，应该还没有到啊。好，我们这边需要重新跑一遍啊，难受啊！我们继续跑一遍，这地方我都已经背下来了。前面的话呢有个幽灵，我们这边直接把幽灵卡在下面，我们蹲着往前面走就完事了啊，就完事了。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幽灵，我们这边的话呢还是需要蹲着往前走。哎，我们还是需要蹲着往前走，好，慢慢往前走，好。不要急，这地方的话呢，作者也是非常贴心啊，设置了空气墙啊，防止我们从这边直接掉下去，然后死翘翘啊。我们这边也是没关系，好，就完。哇，哪有人室内放这么一个太阳伞的呀？你挡谁呀？挡？难道挡住我帅气的魅力吗？好，僵尸的话就在我们对面啊，我们这边的话赶紧走。这边的话呢，又来到了我们经典老八小饭堂啊，来到了老八小食堂。我们这边需要等一下啊，需要等一下，9秒钟，8秒钟。需要等待一下，好，3、2、1，开启，走了 ，OK， 我们走，赶紧走，赶紧走啊！又来到了这么一个厕所下面，哎、哦、呀，小好恶心啊！我隔着屏幕我都已经闻到味儿了，各位啊，我隔着屏幕都已经闻到味儿了。好，我们继续往下走啊，慢慢游，哎呦，前面的风景好好啊，各位啊，我说的是这个水的风景啊。好，我们继续往前走一下，哇哦，这边的话要穿过非常多的柱子。然后继续往前走，哦，又开始扣血啊，各位又开始扣血了，我已经扣了大概有50滴血左右了。哎呦，小孩子不能看啊，前面这个场景小孩子不能看啊，各位。哎呦，往上走，好，哎呦，还没有到陆地吗？在水下能憋气憋这么久也是挺牛的，我都说啊，这个主角，哎呦，哪像我这个旱鸭子啊，各位，我说实话，我在现实中是个旱鸭子，你们知道吧？我真的一点都不会游泳啊。好，我们继续往前走。哦，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直接从上面跳下来，就不需要绕个圈圈了啊！聪明，各位，聪明如我，天才，各位，请在弹幕上打上天才许，好不好？天才啊！这边的话，说实话，这边有个小难受啊，这个作者能不能把上面来去掉一格呀？这地方真的非常非常难受，这个上来一点都不好上。来，我们这边需要等待一下时间啊，
然后五秒钟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地下的门给开启了，来到下个阶段，三二一，门开启。 OK， 终于不是水了，又来到了管道危机。哇，我现在看到这个管子我就犯恶心，你们知道吧？我现在看到这个管子我就犯恶心，全身起鸡皮疙瘩，赶紧走赶紧走。哎呦，离开这个管子。摸金摸金啊，来到下个地方。好，我们这边的话呢是个列车，列车这边我们直接从这个列车中间这个缝儿里面钻过去就可以了啊，我最喜欢钻缝儿了。好，来到这个下面。哦，这边的话呢需要跳楼模拟器，我跳过头了。我跳个楼为什么我这么兴奋啊，妈的智障啊。好，跳楼，快快快快快快，僵尸来了，僵尸来了，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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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前，往左，再往左，再往上啊，非常的漂亮。然后这边的话继续往右，哎，漂亮，来到这个管道下面。这个场景的话呢应该也类似于一个管道吧，应该是个管道。然后这边的话又有个幽灵了，然后这些僵尸已经过来了。哇，真的痛苦啊，真的痛苦啊。这个哎呦，这地方这个幽灵都还没打掉了，僵尸就已经过来了，很难受啊。我不知道存档点到了没有，存档点应该到了吧，这个地方。这地方存档点应该是到了啊，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也无所谓了，变僵尸只要存档点到了什么都好说。我难受就难受在于这张图存档点没到，哎，僵尸全被抓完了，那就太难受了各位，那真的是太难受了。我看一下我们存档点到了没有，我们存档点到了各位，存档点到了，可以可以，存档点到了啊。来，我们这边的话呢继续往前走啊，继续往前走。 OK， 存档点终于到了啊。来，我们这边的话呢来到了，又来到了一个新的图书馆区域。这个图书馆区域的话呢需要我们这边先往上走，来到这个图书架上面。说实话第一次如果你玩这张图的话，说实话还有点懵逼的啊。然后这边的话呢需要守20多秒钟时间。这你还好啊，还好还好还好啊。这个存档点的话我这张图重新进来了啊，还好这个图的话正好还是我们刚才那个进度啊。哎呀，好险好险好险啊，差点我们这张图就错失了这张图的通关机会了，太难受啦。好，我们这边继续往上面走啊，继续往上面走，又来到这个熟悉图书馆。这边的话呢我们需要上这么楼梯来到图书馆的二楼位置，然后二楼位置这边的话呢需要等待这么一个时间，时间到了图书馆有一个角落就会开启一个门，然后我们就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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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希望不要再掉线了，我很难受啊。然后这里的话呢我说实话我解说的这个语速稍微慢一点，各位，我发现我这个说的太多啊，我怕我解说到后面我这个嗓子就不够用了，呵呵，直接发炎，直接爆炸啊，直接爆炸。好，我们这边的话呢继续往右边走，又来到了这么一个地图的外边这么一个情况啊。这边的话呢目前来说我个人感觉还是能够接受的，来就往前走，然后再往上，好，爬楼梯，然后这边又进入到了一个水域啊。这个水这边的话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栋楼里面老是充满了这个水，然后这边水又莫名其妙没有了啊。我说实话这张图作者应该没有设置任何的这个地图的这么一个构思啊之类的，作者应该是想到什么就做什么了啊。我盲猜这张图应该是这么做的，作者先把一个整个建筑做完，然后把房间分割完之后，作者就开始建路线，路线中作者想到什么做什么啊，我猜的啊，当然我没有根据啊，这是我猜的、啊、各位。好，我们这边的话呢要继续等待一下这个电梯的启动时间，好，稍微等待一下。这张图如果官方这个作者还限制武器的话，我说实话这张图真的太难了，我估计33回合都不一定能通关。好，我们这边非常惊险，差一点点就被僵尸抓了，我们往上面走。哦，电梯 I love you，慢慢往上面走，僵尸门的话呢还有20多秒才会开启啊。这边玩家的话目前来说还有13个玩家，僵尸有5个，有6个僵尸，有个僵尸挂机，所以是实际上是5个僵尸。所以说对于我们现在的局势来说，我们的优势还是比较的大的啊，希望僵尸不要来沾边。好，我们这边慢慢往前面走，又来到这么一个管道的地方了啊。这地方也许你们看视频的时候是感觉不到这张图有多恶心的，但你们自己玩的时候呢你们就会发现，哇，很多地方你都需要微操，非常非常头皮发麻。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都感觉恶心啊。好，我们这边的话呢需要把这么一个罐子破罐子破摔，把这些罐子全部破掉，然后我们继续又要往上走了。刚下来我们这边又要继续往上面走，然后这边的话呢还有头顶上还有东西顶着你，非常非常的难受啊，家人们。好，
好，怎么这么多呀？总算到了。哎呦，各位，我快缺氧了，我快要。哎呦，天哪，我受不了了啊！哎呦，玩这张图玩的我真的是，感觉有一万只蟑螂在我脚底挠我的脚掌心。来，我们这边的话呢，需要把这个幽灵干掉。幽灵干掉之后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走了。如果不把幽灵干掉，下面这个电网就会把我们直接给电死啊！把我们屁股给电花了，直接给他，很恐怖啊！我们要保养我们的屁屁啊，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把这幽灵给打掉的啊。这边的话呢，难度就比较高了，需要我们队友之间的完美配合，我们这边才能往下继续走。但是僵尸的话呢，说实话也是比较恐怖。好的，我们成功下这边，但是僵尸也来了。Oh no！ 我们这边的话呢，不知道有没有到存档点啊？希望到存档点了。好吧，我希望到存档点。如果还没有到存档点，我说实话我会崩溃的，各位。好，这边继续往前面走一下。到存档点了，各位，到存档点了 ，nice， 总算到存档点了，到存档点就行啊。然后前面的话呢，还有两个玩家在往前面这个垂死挣扎啊，我们别垂死挣扎了，把你们抓了，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哥们儿？啊，然后这边的话呢，水管坏掉了，看来是没有这个水管工啊，这个水管坏掉了。我建议让奥巴马过去把这个水管给重新修一下。好，我们这边继续往前面走。哦，一个独木桥，非常可爱，可爱呢。来，我们继续往上面走啊。这边的话需要开门，等待一下这个时间开门。但另外两个玩家呢？我们都跑到这边来了，玩家呢？玩家在哪儿呢？那两个玩家怎么不见了？出大问题？那两个玩家不见了啊。好，那我们就当僵尸的视角继续往前走一下。好，我们这边的话呢，继续往前面走，等待时间已经到了，我们继续往前走一下，跟个王八一样，继续往前面伏地前行啊，伏地前行，哦耶，继续往前面走，啊，来到了一个类似于集装货架的一个地方 ，OK， 逃脱失败啊，但没关系，我们这边的话呢，已经到达存档点了，所以说问题不是很大。好的，来到了新的一回合啊。这回合的话呢，我们尽量看一下能不能跑成功啊。我们的回合数已经来到了第16回合了，各位，你们还记得刚才的第几回合吗？现在已经第16回合了 ，Oh my god！ 好，我们继续往前面走一下。好，我们又来到熟悉的水管这边。对僵尸来说，这个水管是没有阻力的，但是玩家的话是有阻力的。可以说这边的话呢，是作者的一个小恶趣味了，让玩家恶心啊，让僵尸往前面走啊。好，我们这边去往上，然后再跳一下，再往上。好，然后来到这个水管这边，这边的话呢又需要等待一下时间啊，等待15秒钟，然后等待开门。我们这边的话呢，充当了一个因为我对这张图比较熟啊，所以说如果我跑在最前面的话呢，我会选择去。不当一个门神啊，各位，我这把我就不当一个门神了，我会选择去一个最快的速度去开启这么一个机关。OK， 我们这边的话呢，门已经开了，我们可以继续往前面走啦。OK， 然后这边的话要注意啊，不要被下面僵尸抓到了，这边僵尸可以跳上来抓到我们的，所以说我们还得小心一点，因为两个楼梯吧，可以用贴加速直接跳上来啊，我已经有教训了，各位，我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啊。好，我们这边又来到了这个集装货架这边，我们要继续往上走一下。好。好，慢慢往前走啊！我今天其实挺害怕的啊，我其实今天挺害怕的，我怕我这么一个啊，我解说完这期视频之后，我怕今天我嗓子还能不能说话？哎呀，我现在想想就害怕呀，解说一个多小时真的挺吓人的啊，让我梦回了之前的那个昼夜求生模式啊。好，我们这边的话呢，继续往前面走一下，非常的错综复杂这张地图，我们要东绕西绕。你们看，一个小小的房间，作者可以设置成3层楼，让我们往上面爬，非常非常的难受啊！我整期视频我都已经不知道说了多少个难受了，大家可以帮我计数一下啊！我已经不知道说了多少个难受了，各位，太难受了，我也不知道这期视频能看到最后的观众朋友们有哪些，好吧，我最后的时候，我们统计一下。有多少小伙伴看到了最后，可不可以啊？说实话，对于观众来说也是一种挑战啊，这张图。好，我们这边的话呢，继续往前面走啊。这边的话也是有很多的水管，然后这边还有个荆棘啊，我就纳闷了，这个荆棘踩到上面不痛吗？对不对？这个荆棘踩到上面不痛吗？啊，玩家还能够直接往上面走，对不对？啊，很神奇啊。这边的话呢，要等待一下这么一个时间开门啊，我们这边稍微等待一下。这张图很多地方都要等时间，大家发现没有？走一段就要等一下，走一段就需要等一下，啊，非常痛苦啊！这张图就是这样的魅力，痛并快乐的，就这张图的魅力，你们知道吧？好，我们这边继续往上面走，哎，这边怎么走啊？哦，在两边啊，这边的话有一个滑坡，我们继续往上面走一下。好，哦，来到天台了，各位，马上又到存档点了，各位，
马上又到存档点了，哦耶，终于要到存档点了，我真的是谢天谢地呀、啊！终于又要到存档点了，这张图的存档点，哎呦，到了到了，各位，到了到了到了。OK， 看到这么多武器了没有？这地方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个存档点 ，nice 啊！哦，又到存档点了。我们这边的话呢，就要需要等待一下这么一个时间开门，然后等会我们就可以来到下一个地方了。OK。好的，僵尸的话呢也已经开始蜂拥而至了，我们这边的话呢也不要着急啊，我们这边需要等待一下这个开门时间，然后开门之后的话呢，我们哇，各位，这张图我们从最底下跑到了这个地图的最上面，我们要从最上面跑到最底下，你们知道吗？哎呦，哈哈哈，痛苦啊，各位，真的是太痛苦了。我们这边的话呢就要往下走一下，走这个楼梯，走楼梯的话也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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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长，你们可以数一下这是多少圈了，应该第五圈了，第六圈，第七圈，第八圈啊，真的有八圈的楼梯啊、哦、没，还没结束，第九圈，第十圈，十一圈，十二圈，十三圈，十四圈，十五圈，跑了整整有十六圈 ，Oh my god， 我们整整跑了有十六圈的路，我们才跑到这个下面来。好的，来到这个下面，来到这个下面之后的话，这边有把旋风 AK， 我们可以稍微捡一下，捡之后的话呢，我们可以更方便的手点。好，然后后面的话，这地图因为我之前玩过、啊，所以说我知道后面这地方需要手点，我们可以帮队友稍微掩护一下，因为我们来了毕竟旋风 AK 嘛，队友救我，救我，好，小林跳 ，OK， nice 啊，漂亮。然后来到了我们这张图的另外一个区域，然后又要在这么一个禁制边缘，类似于禁制边缘的边边上面，行走。啊，在这个病之变的冰面上面行走，好，来往前走一下，好，掩护一下队友，队友掩护一下我，掩护一下我，我很害怕，我现在很怕后面有个鬼手，啊，一个鬼手咔一下给我给抓了，把我屁眼都给挠烂了，很恐怖，我现在很害怕，感觉有点想拉大便了，各位，好，我们继续往前走 ，OK OK， 好，然后前面的话呢还有头管子，我们直接开个 V， 直接往前面走一下，跟上我们的大部队。好，刚才我们大部队，然后这边的话呢又要往前走一下，哦哟，好绕啊，这边的话呢，我说实话就有点类似于强行加了这么一个绕圈圈的环节了啊，作者这边应该是强行加了一个绕圈圈的环节了，这边其实根本就没有内容在里面，但是强行给你做了一个，你们知道吧，啊，我是个人应该都能看得出来是吧啊，好，我们这边的话继续往上面走一下，好，然后又要来到外面了，这外面的话哎怎么走，哦，这边的话要往前走一下，怎么有僵尸在前面了，这什么情况啊，我怎么看有个僵尸进度在我们前面呢，出大问题啊，这什么鬼啊，啊，好，我们继续往上面走一下，然后又要往上面走，好不容易下来了又要往上绕，哇，这个作者这张图做了到底有多大呀，啊，这张图作者到底做了有多大呀，我很好奇，好，我们这边继续往前面走一下，好，然后再往上，哇哟，好高哦，再往上，再往上，这边的话呢需要反方向，完了，失误了，往左，哎呀，完了，又失误了，哎呀，老寒腿，各位，老寒腿啊，老寒腿，各位，哎呀，真的是究极无敌史诗级徐哥老寒腿，好，然后这个地方，这地方的话呢需要等一下啊，这边十秒钟，将来需要等待一下这个时间开门，我现在的话呢只能期待这么一个人类加油了。人类加油，到达下个存档点，然后呢把我也带过去，好吧，把我也带过去，求你了，我现在的话呢我只希望人类快点到存档点，我现在没有任何想法，我现在只想要人类快点到存档点，然后把他们撞完之后的话呢我也可以到下个存档点复活了，我不想在前面再跑一遍了，我真的很痛苦，我现在太痛苦了，这应该是我玩过史上地图最流程最长最长最长的地图了，甚至这个作者他老人家还说这张图他还没有做完，哎，我真的受不了了，等哪一天这张图的作者把地图做完了啊，我也不会来玩第二遍了，我这张图我绝对不会再喷任何第二遍了，各位，这张图这次玩完之后我绝对不会再喷第二遍了，好吧，除非作者给我设置一个抓住通道让我直接从新地方开始玩，不然我说实话我真的是已经彻彻底底不想再跑一遍了好，然后这边的话呢人在这边推箱子啊，玩推箱子小游戏，但是这边的话他们已经没有机会了呀，推箱子啊他们来不及了呀，僵尸太多了，
寡不敌众啊，人类只有六个人类了，他们寡不敌众啊，肯定已经输了呀，对不对？好，僵尸大军上上上 ，OK， 直接开饭了，这轮奸了呀，直接结束 ，OK， 来到下一回合。这一回合的话呢，不出意外，我们应该能够逃跑成功了。不过很不幸告诉大家啊，这张图这个存档点有点高，我们得从这个屋顶上面才能慢慢往下跑。我们要从这个屋顶上面往下跑，这是多么的痛苦啊，各位！哇，我还记得这个地方应该是十分钟之前我们待的地方吧？现在我们又要重新开始跑一遍。这张图存档点，说实话，越到后面，这张图的间隔存档点的间隔就越长，所以说整张图的这个间隔真的是非常非常长。好，我们这边的话呢，可以帮队友掩护一下。好了，四秒钟，还有四秒钟开门。来，队友们帮我也掩护一下，稍微，队友们帮我稍微掩护一下啊！不要我掩护你们啊，你们当门神，你们跑了啊！好，赶紧走，赶紧走。好的，开头的话，僵尸只有三个，只要我们不让僵尸的数量增加，其实我们也是能够逃跑成功的。只是说后面的话，可能僵尸与最后的落单的几个玩家，可能就是没有守太好，你们知道吧？就比如这个时候啊，你们看，玩家的话呢，在往下跑的时候，可能比较散，守的并不是特别好，导致后面僵尸的数量增加之后，前面人类就感觉危险了嘛，对不对？其实如果一直让僵尸保持在三个的话呢，还是比较的好逃跑的，还是比较好逃跑的。不过对于这张图来说，很恶心，各位，很恶心，因为这张图你存档点，如果你在十三分钟内。CS 商量大逃杀模式啊，一回合最多十三分钟。如果你在十三分钟内不跑到下个存档点，就逃脱失败，还是逃脱失败，你还是得从头再来，你们知道吗？所以说这张图不仅是玩家不被僵尸抓这么简单，还得以最快的速度跑到下个存档点。开头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存档点数量还挺多的，但从这边开始，存档点数量慢慢的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间隔越来越大。这就是为什么这张图到后面跑成功的概率非常非常低的原因了，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这边啊。好，我们这边的话呢，又来到老地方啊，这边全是喷漆啊，跟那个像人体彩绘一样的，像那个开画廊一样的，全是喷漆，哈哈哈，真有意思啊。来，这边全是弹孔。好，我们继续往前走一下，来，往前，往左，再往前，好，往下走 ，OK 啊。啊，说到这个彩漆啊，说到这个彩漆，我想说什么来着啊？我忘记我要说什么了，呵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就是话到你嘴边了，但是你就突然就忘记你要说什么了，你就很痛苦。我有时候就这样，你们知道吗？我有时候就这样，哈哈，有可能是冲多了。好，我们这边继续往前面走一下，然后这边往右、往左，这边我们已经行云流水了，我们都已经知道该怎么走了。我们前面已经玩过好几把了，其实啊，大家看这么回合数的应该都看得出来啊。好，我这边往前往上往上再跳，哎，旋转跳跃，我闭着眼啊，然后这边继续往右走，这边再往右走，再往上，再往上。好的，千万不要被僵尸胖去了，如果被僵尸胖去了，我们这边的话呢就前功尽弃了。好，再往上走，不过我们这边还比较安全啊，目前僵尸的话呢还是保持在比较个位数的一个僵尸数量，所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好，通过这些小小的集装箱，好，再往前走一下，好，再往上，往左，再往上。好，刚才的话呢，我们就失误在这边啊，这边的话呢，我们就失误在这边，这地方我们刚才老喊腿了，这局我们可不能失误了。好，没有失误，漂亮 ，nice 啊！好，来到这个地方，这地方不要按，你要不要按，不要按，不要按，这地方如果按了，就这个门就关掉了，我们这边直接就掉下去了，千万不要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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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快过来，快过来，快过来，走右边的。啊，怎么又有人按了呀？你们干什么？坑队友啊！哇，太坑爹了，各位，太坑爹了！有队友在坑队友，自己人，自己人骗自己人是吧？说好的中国人不骗中国人呢、啊？真的是。好，我们这边的话呢，继续往前走一下。好，往右。往前啊、又是个熟悉的场景，哇，这个存档点离下个存档点这么远吗？我们都跑这么，我们已经跑了五分钟了，离下个存档点还没有到吗？这么离谱啊！赶紧往前面走一下，赶紧往前面走一下。哦，又到了这个地方了。这地方的话呢是一个推箱子啊，这推箱子哇特别慢，这推箱子真的特别慢。我们需要在这个地方需要守一下这个点位啊，要需要在这个地方守一下。如果我们在前面不守的话，
后面推箱的地方肯定会被僵直破点，因为推箱的地方的话呢，没有任何的障碍物，很容易会被僵持住啊，所以说还是得小心一点。好，我们在前面守一下点。好，其实这个地方如果用战魂那把枪就会很舒服啊，你再拿个生命探测仪，你可以穿墙的打僵尸。你们看，有别的玩家就喜欢战魂啊，如果用战魂的话，这地方其实非常舒服啊，定身能力又强，你还能穿墙，对吧？好，继续往前走啊，这边哇，好多推箱子啊。这边的话已经推了两格了，还有推箱子。僵尸的话现在还是个位数啊，所以说比较安全现在。好，稍微守一下，好，慢慢往后走。还有好多的玩家都拿这个战魂，你们看，全在射这个墙。哈哈。啊，好，我们下面这个 V 键的话呢已经满了，但是我们不要急。好的，我们上面这个进度条已经到达了最后第二格，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到达最后第二格之后，这个进度条就不动了。并且大家再看一眼这些视频的进度条，你们就会惊奇的发现，怎么还有这么长啊？没错，这张图最后两个进度条才是这张图最最最噩梦的地方。我他妈被旁边这个将这个车给炸死了，有毛病啊！我很喜欢 CS 三玩家一句话，啊啊，呜呼，吓死我了！没关系，没关系，我们看我们能不能再回到大部队，快走快走快走，开个 V， 我看我们还能不能再回到我们那个大部队啊！快走快走，僵尸不开屁股，哈哈哈哈，不开屁股，笨蛋啊！瞧你们不看屁股，没想到吧？我直接秦皇绕柱绕回来了，哥们儿，孩子你无敌了！好，赶紧走，我就汗流浃背了，各位，我已经汗流浃背了，玩这张图玩的我已经，哎呦。哎，我现在玩这张地图对我来说就是身心和这么一个嗓子的双重考验，还有精神方面三方面的考验，你们知道，我现在很痛苦啊！我现在很痛苦，哎，这张图我头一次玩大逃杀能玩的这么让人恶心的，这张图是头一张图啊，需要夸奖啊，真的需要夸奖各位，这张图真的是，我连这些视频的标题我都想好了。真的是让我恶心到家了，各位啊！需要等一下，我们这边的话呢，需要把这边怪物啊，把僵尸需要点下，我已经有点神志不清了，各位。哇，行吧，这都行啊，我的锅这边，哎呀，啊，我的锅呀，各位，这边真的是我的锅呀，啊，这边真的是我的锅，各位。不过这边应该已经到存档点了吧？这边的话呢，应该已经到存档点。如果这还没有到存档点，还得从头再跑一遍。我直接爆炸，各位，我直接心态爆炸，我不玩了，我退房直接。哇，玩个毛线呐！我真的想骂人了，我已经想。起吧。好，我们这边需要再往前走一下啊。来到啊，各位到存档点了，各位到存档点了。到存档点了，各位，到存档点了。这地方的话呢，需要等待时间大概80秒钟的等待时间，啊，这边的话呢，玩家需要在这个地方守住大概5个口，防止僵尸进来。守完之后的话呢，就往下走之后的话，又来到了下个区域，下个区域才是这张图最恐怖的地方，啊，各位啊，其实这张图最恐怖的地方我们已经结束了啊，后面的话呢，啊，就是来到了这张图第三个阶段了。这张图我大致分为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往上走的阶段，第二阶段就是从楼顶往下跑的一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我们将来到地狱 Hungry 非常恐怖的七宗罪地狱才是这张图最后第三个阶段啊，其实有四个阶段啊，地狱通过之后的话呢，第四个阶段就是天堂啊。我盲猜作者的思路应该这样的，先从楼下跑到楼上，再从楼上跑到楼下，然后再从楼下跑到地狱，再从地狱跑到天堂，总共四个阶段，各位，总共四个阶段。我们现在的话呢，马上就要跑完我们第二个阶段了，还剩下两个阶段啊。这张地图的话呢，还剩下两个阶段啊，也就是说我们这张图才刚刚跑了一半，才跑了一半，哥们儿。这个地狱中的傻蛋啊，还在想，哎，这帮人怎么回事啊？啊，
怎么还没到地狱啊？我都已经传唤令传唤这么久了，怎么还没到地狱啊？啊，他们但撒旦万万没想到啊，人类还在跑大楼呢，在。哎呀，受不了啊！这边的话呢，我们需要守点啊。这边这个地方的话，这个小建筑这边大概有五六个点位，五六个口需要我们玩家守啊。我们这边的话呢，需要在这边拿枪稍微的给他守一下。好，还有50秒钟，需要坚持一下。然后僵尸的话呢，估计还没有从楼上下来啊，所以说我们这边还是比较安全的。玩家前面还有两个玩家在前面奋力抵抗呢，敬你们是条汉子，好吧，敬你们是条汉子。好，左键稍微点一下。哦哟，各位，玩做这期视频做着做着，我想拉大便了，各位，算了，这期视频我先做完，我再拉大便，好吧？看各位敬业，好不好？小徐太敬业了。好，我们这边的话呢，还是需要守一下，还有20多秒钟，还有20多秒钟啊、还有20多秒钟时间。你看，可以从这边这个二楼的话呢，侧面也是可以上僵尸的，所以说我们得小心点。不过这把僵尸好像并不是很会玩啊，这个地方他并不知道从这个侧面也可以过来啊。所以好，还有7秒钟，各位，还有7秒钟时间，马上开门了，马上开门了，芝麻开门，好的 ，nice， 马上就要结束我们的第二个阶段了，快走快走，这第二个阶段我是一分钟都待不下去了，赶紧走赶紧走，让我去地狱。让我去地狱，我还有霓虹灯啊！哇，这边的话呢，有一个铁门，这个铁门有整整10段的这么一个耐久度，我们要把这个铁门给干掉。哇、哦，有一边的玩家需要守点，一边的玩家需要破这个铁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受。10几万的耐久，作者当个人吧，求你啦！作者当个人吧。好，这个铁门也是破掉了。我们又可以进行下一步了，赶紧往下走，赶紧往下走，赶紧往下走。这个铁门10几万，大家可能感觉很多，但这个铁门在第三阶段，也是地狱阶段，有好几个铁门哦，有大概10个左右的铁门需要我们破。哇哦，真的太棒了！好，我们继续往下走一下。OK， 还没有到地狱吗？这么长吗？这么长这张图，太亏贼了，哥们儿，太亏贼了。我交女朋友的周期我都没这么长啊，哥们儿，太夸张了，啊！啊，虽然说我没有交过女朋友啊，好，这个门开了，门开了，走走走，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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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OK， 各位，来到第三个阶段了，地狱之门开启。前面这个门上这个小丑就仿佛在跟你们说：“欢迎来到地狱，欢迎来到撒旦死。”Hungry's way， 很夸张啊！还有10秒钟，我们就要进入下个阶段了，地狱。哇，想想就非常刺激啊！如果说实话，想想就非常刺激。好，地狱之门开启，往前面走，然后这边的话呢，要跳过这个坑，再继续往前面走，然后再往左边走，再往右边走，穿过重重的铁道，再往前面走，然后再往右边。哦哟，走错了，往上走，往上走，然后再往上，然后再往上。然后再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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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读机啊！他妈多少层楼啊？神经病啊！转的我头都晕了，哥们儿，干什么啊？干什么啊，作者啊？你干什么啊？还有啊！我操！真的哎，各位，18层地狱，各位真的是18层地狱。不过地狱一般是往下走的，我们地狱是往上走的，这怎么回事啊？啊，好啊，这边的话呢，我去，这地方很有闷和的味道。好，往上走，往右边，往前面走，1、2、3、2、1，然后再往左边走，再往左边走。OK， 地狱的电梯，各位，这是真正的地狱电梯，各位。哦，僵尸了，老金老金，好的，差一点点，我们就没有进过这个通往地狱的电梯哦，各位，准备好了吗？这是通往地狱的电梯。大家准备好跟小徐一起通往地狱了吗？啊，好，我们去往前走。这边的话呢，需要破下墙，然后再往前面走。僵尸的门也已经开启了，我们需要往前慢慢的挪动我们的身体，然后往左边走，再往左边走，再往右边走。好，好，哦哟，画风突变啊！这边怎么就突然变成类似于军事基地的那种感觉啊？各位，画风突变啊，这怎么回事啊？啊？我们难道是来到了一个
我们难道是来到了一个哦？各位说什么来着？地狱，地狱来了，各位，我们已经来到地狱了，各位，我们已经来到地狱了。我去，整个地图的划分就从原来那种绿色小清新的划分，变到了现在非常的恐怖的划分了，哦，非常黑暗分，哦。噔噔噔，哇，这边的话又出来一个幽灵，这边的话呢，我们需要把这个幽灵给击毙掉。这个幽灵真的是血非常非常的厚，各位，真的是血非常非常的厚。这里面的作者设置的这些铁门啊、幽灵啊、怪物，真的血就是厚到有点离谱了，你们知道，真的是太厚了。好的，各位，大家已经发现了，我们目前的话呢，已经来到地狱了啊。这个地狱的话呢，划分整体是偏黑的，哇，下面还是岩浆。啊，有没有通过这个崎岖的管道？这地方这个场景让我想起了以前玩过一款游戏啊，叫《禁忌岭》，不知道大家玩过没有啊？叫《禁忌岭》，非常夸张了。好，还是20秒钟开门，队友们快来呀！队友们，快快快！队友们，我需要你们，我不能离开你们，快！我喝口水啊，太渴了。我感觉我今天解说完这些视频之后，我的嗓子就爆炸了，废掉了，你知道？我要消失互联网上，消失一个月，我要，我要去保养一下我的嗓子了，我要去买点金嗓子喉片吃一吃了，太难受了，真的。我现在的话呢，我现在这么一个嗓子就已经有点说不出话了，各位。已经有点说不出话了，各位。好，我们这边的话呢，继续往前走一下。好了，在还是我们还在往下走，然后这边有一个铁门阻挡了我们的去路啊！你们看这个铁门，10几万的耐久，这做的真的是不当人啊！啊，真的是不当人。我们拿的孩子好歹还是旋风 AK 哎、欸，那旋风 AK 拿打这个墙体真的就是跟刮痧一样。OK， 把这个墙体干掉。我去，后面僵尸也已经纷拥而至了。然后这张图的话，背景音乐开始响起来了，这噔噔噔噔噔。不过我感觉这个音乐的话呢，不太对，我觉得这个音乐应该还是换一下，换成那种非常激烈、非常那种激情的背景音乐，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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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就大概这种感觉啊，各位啊啊，不好意思啊，各位，我今天话有点多啊，这个我的这个脑回路有点不正常了，已经解说有点不正常了。好，这边的话，哇，不是吧，哥哥。哇，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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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有个幽灵，还有幽灵，哇操，这个幽灵成功把我们的去路给挡住了，导致我们不能够那个啥了。哎呦操啊，我们这边的话呢，不过没关系啊，到达这么一个存档点了，我们也不算很难受啊，也不算很难受，我们可以到存档点直接开始了。好，我们这边的话呢，逃脱失败，但是没关系，到达存档点，到达世界最高分礼堂，好啊。不过这个存档点说实话有点太靠前了吧，还在这个上面呢，我们刚才都已经跑到那个下面去了，它存档点还在上面，所以我说嘛，这张图的存档点就真的就是此起彼伏，刚开始存档点还挺多的，到后面哇越来越长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哇，这个作者越来越不当人了，这个作者啊啊哈啊，越来越不当人了，作者。好，我们这边的话继续往前面走一下，好，往前往左啊，往左，然后继续往下，然后这边的话有点问题啊，各位大家稍微等一下，我这边需要调一下东西。 OK， 我们这边继续往下，好，往下，再往左，再往前走，队友们，等等我，康邦哇，科尼基哇，斯密马三，等等我的德斯，等等我德斯。好的，来到了这个地方啊。我们存档点有个好处吧，每次到存档点之后的话呢，开局玩家只有3只啊，开局僵尸只有3只，玩家的话呢有10几个玩家，所以说对我们玩家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只要后面没有玩家作死，不被抓。控制把僵尸控制在个位数，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大概率能够通关的。好，我们继续往前面走，往下，哦哟，这地方非常狭小，再继续往前走，哇，地狱之路啊，各位，真的是通往地狱的之路啊。然后有人还在地上发了个流汗黄豆啊，往右，我们这边需要跳一下，哦哟，跳一下独木桥往前走，哦哟，好吓人哦。然后再往左边走，大家可能比较好奇啊，就不能从这个上面这个桥上面直接跳到下面这个桥吗？不行。作者设置了这么一个死亡方块，作者早就已经想到了，作者设置了死亡方块，你看他们跳下来直接死掉了
啊，不给你任何机会啊，还不如我们就直接往下走了，是吧？然后这边的话呢，还有这么个铁门啊，好多铁门啊，好多呀，好多铁门啊，我受不了了啊！我们这边换个子弹，我已经有点解说不动了，各位。然后这边往左边走，都看到这边了，各位，我都已经这么累了，大家这不给一波三连，有点太对不起我了吧？对不对啊？也许第一个三连的时候，你可能会感觉，哎呦，这张图也没什么吧？看到这边了，大家应该能给我个三连了吧？不要下次一定啊！怎么回事？有人怎么还在发弹幕？怎么还在下次一定？我已经看到了啊！我看到有人发下次一定了，不要下次一定啊，这次一定好吧？啊，这次一定啊！好，哇，还有个铁门，各位，哇，我们现在已经打到有三扇铁门了，这是第四扇铁门了 ，crazy， 真的是太 crazy 了，啊，然后这边的话来到了一个类似于电梯一样的地方，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坐电梯就要往前走一步了，然后再往前走一波，我们马上啊，各位，我们快了啊，我们，地狱之路的话呢已经快结束了，我们要来到我们的天堂之路了，啊，从地狱。哇，来到了天堂！我盲猜一波剧情啊！剧情大概是以前啊有个骑士，就是小徐，他为了拯救心爱的公主啊，这个大火呀已经从这个楼下开始往上烧了。我们小徐骑士就要为了拯救他的公主，正在往上走。哎，他的公主正在加班啊，我们需要往上走啊，然后去救下我们公主。救下公主之后的话呢，我们就要带着公主往下走。哎，来到下面之后发现，公主被地狱的恶魔撒旦给带走了。我们就需要把公主从地狱救出来，然后跟公主一起通往天堂之路。太精彩了，各位，这故事怎么这么精彩啊？这故事，哎呦，这故事太精彩了啊！好，我们这里的话呢，继续往前走一波。好，往前走，然后再往右边走。好，哇，这个地方怎么没人打掉啊？这方块。然后这边的话，再往右边走。哇，这地方非常非常的狭小啊，各位，非常非常绕。好，这边的话呢，继续把这个墙给打一下。好。好哦，总算过了啊！这边的话呢，有一个小沟，这沟的话呢，我们就要通过这个沟的水，然后来到下个区域。好，往前走。好，慢慢往前走。好，再往右。哇，前面那几个人在那边游泳，我操！说实话，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在现实中，这种这么小的空间里面注满了水，真的非常非常难前行啊，根本游不了。非常非常难前行，各位，基本上就真的是趴在地上，然后你头往上呼吸那么一点微薄的空气，然后往前面爬行啊！我已经带路了，各位。哇呀，各位你们看，哇，地狱之路啊，各位，真的是地狱之路！哇操，越来越有禁忌岭那个里世界的感觉了。我的天哪，我们在地狱之中穿行啊，太亏贼了！我们在地狱之中穿行，往左，再往右 ，OK， 把这个墙体给打一下。好，来来来，赶紧打墙啊！换弹！赶紧破墙！好，破完了，赶紧走。OK， 各位，这个灯光的颜色已经开始慢慢的变成蓝色了，说明天堂之路就在眼前了，各位，我们马上就要进入第四个阶段——天堂之路了。不过在天堂之路之前的话呢，我们还得先把这个地狱之路，看到没有，各位，天堂之路已经开始了。我们慢慢的已经在开始通往天堂之路了，在通往天堂之路之前的话呢，也还有很多阻碍啊，在进入第四个阶段之前有很多阻碍，我们得慢慢来。我们目前的话呢，已经进入第四个阶段了，各位，我们已经进入第四个阶段了。好，慢慢的，好，我们回合数的话呢，已经来到了20个回合，你们敢想吗？一回合13分钟，我们已经到20个回合了，各位，我们已经到20个回合了，哈哈。太夸张了，各位，真的是太夸张了啊！好，我们这边继续往前面走啊。好的，地狱的影子已经慢慢开始消失了，已经来到了天堂之门为你敞开，守住4个断桥啊。然后这边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边的话有4个断桥，我们需要玩家分散4波势力，守住这4个断桥，不要让僵尸过来把我们抓了，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了。等会的话呢，我们还得打一个 boss 啊，给大家先剧透一下。等会的话呢，我们还打一个 boss， 把 boss 干掉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入天堂，真正的进入天堂之门了，啊，就真正进入天堂之门了。好，我们这边稍微等一下，好，还有40秒钟，稍微等一下，赶紧到存档点吧。这边过了之后的话呢，我们就来到了下个地图的存档点了，各位。啊，我已经背下来了，各位，我真的已经背下来，这太痛苦了。好，中间稍微点一下。好，还弹。这僵尸其实完全可以从侧面过来啊，不过僵尸现在太少了，你们知道，僵尸太少了，所以说没有什么太大压力，僵尸太少了。如果僵尸多一点的话呢，从四面八方过来可能会比较难啊。好，好，好的，天堂之门已经开启，但是我们还是落入了深深的地狱之中。我去，啊，前面的话呢，我记得要打一个 boss 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前面应该是要打个 boss 的，各位。好，好，好，各位，走走走走走。这边的话呢，需要往上面再走一下。哦，各位，来到下一个阶段了，各位，来到下一个阶段了。这个阶段的话呢，是一个学校，这个地方也是究极无敌的痛苦，各位。这个地方复杂程度不亚于我们今天第二个阶段，但是这个图的存档点只有我们刚才开头那一个存档点。啊，只有我们刚才那个存档点，啊，我们这边输了，只要在我们后面，在我们到下个存档点之前，我们只要没了，我们就得从刚才那个地方重新开始跑一遍。这个地方也是我上一次玩这张地图弃坑的主要原因之一。这张图在上次我游玩过程中跑到这个地方啊，跑到这个地方真的是。痛苦到极致了，各位，真的是痛苦到极致了，非常非常的恶心啊。好，我们这边的话呢继续往前走一下，我不知道今天能不能通关啊，应该是能够通关的。好，我们这边继续往前走。哦，这边，哦，走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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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往上走。好，往上走，往左，再往上楼，然后这边再往右，再往左。哎呦，作者真的是当个人吧，作者，我不行了，作者，当个人吧。往上走。好，再往上，再往上，再往上。然后右边的话呢，右边这边过来的话呢是可以拿个钥匙的，各位啊，这张图的话还有个钥匙，我们等会的话得先去左边再去右边啊，因为有个钥匙要拿。好，这边往上，再往上，再往上，再往上。然后对面这边的话呢就是拿钥匙的地方，各位，对面这边就是拿钥匙的地方。我们这边的话呢直接过来吧，因为有队友已经过去拿钥匙了，所以说我们这边可以稍微等一下，有队友，你们看对面那边的话呢是可以拿钥匙的啊，队友的话已经拿完钥匙了，应该可以过来了。好，队友快来吧，队友，队友快来吧，队友快来，快来，快来，开门，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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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开门，开门，开门。OK， 还有25秒钟开门，你都有钥匙了，你他妈撬锁呀？你到底是开门，你还是撬锁啊？哇，受不了，各位，受不了一点。好，还有10秒钟，9、8、7、6、5、4。3、2、1，开门。好，开门了，开门了，往前走，往前走，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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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往前面。哦，又来到了一个仓库啊，这图其实说实话设计的太微妙了，刚才还是学校的一个场景，突然就来到了这么一个仓库这边，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是吧？刚才那个地方怎么看都是个学校吧，啊，突然就来到了这么一个类似于集装箱一样的地方。好，接往右，往左，往左。哦哟，这期视频，这期视频我已经录了他妈的有1个多小时了，各位，我已经录了1个半小时了，哇，啊啊，我已经录了1个半小时了，各位，快2个小时了，我已经录了，哈哈，西吧，痛苦至极，各位，我们这边继续往前走一下吧。啊，这边的话呢要往前走。哎呀，我都应该不知道该怎么解说了，各位，我应该不知道该怎么解说了。啊，我们在这个集装箱之间穿梭，啊，在这个集装箱之间穿梭。好，继续往上。好，然后这边的话呢要往左。哦哟，非常的绕啊，一个集装箱被作者整出了花活了已经。再往上，好，再往上跳跳跳，这边还需要跳一下。再往前，这边的话要等待10几秒钟的时间开门啊，非常痛苦。说实话，要等待10几秒钟直接开门，非常非常痛苦，各位啊。
好，我们这边的话呢需要等待一下时间，三二一，僵尸的话呢现在还是个位数啊，所以说也是比较安全的。好，继续往前走，再往前，再往前，再往前，然后再往左，再往左，然后这边的话又来到了一个电梯。这个电梯的话呢也是比较微妙，它会在每个楼层都会停一下，然后僵尸就会在楼层的每个房间复活，我们就需要抵御这个僵尸，不让僵尸进到我们的电梯里面来，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啊，各位，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好，稍微等一下。好，哦，不要不要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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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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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地方是刷僵尸的，各位，这地方是刷僵尸的，各位，这地方千万不要出去啊，这地方是刷僵尸，完了，两个玩家被关在这个里面了，然后两个玩家就要变成僵尸的奴隶了，各位，非常可怜啊。好，来到了下一层，第三层，第二层，第二层，来到了负二层。负二层这边又要等一下，但我们不要出去，这边出去就等于早死，你们知道吧？等会儿僵尸就要从那边两边过来了。好，进来进来。好，下一层，关门，下一层。然后等会儿又要来一层了，我记得还有一层啊，各位，我还记得还有一层，还有两到三层吧。好，又来了，哦，又来了，各位，你们看，两边都可以走，两边都可以走。这边的话呢，我们还是要需要等一下，还是需要往下走，但是。时间到了，逃脱失败 ，Oh no！ 啊哈哈，我们又要从这个地方重新跑一遍，作者，我操啊，作者，你妈，作者，作者，你妈妈的吻啊 ！2000 years later。快走快走快走走快走快走走快走快走快走走，又来到这个地方了。好，等待一下电梯。哦哟，这把僵尸有点多呀，六只僵尸。这把说实话僵尸有点小多，我们稍微稳一点。好，僵尸门开启，电梯慢慢往下走，稍微等一下。好，稍微等一下，稍微等一下，稍微等一下。哦哦，好了好了，来来来，僵尸来僵尸来了。刚刚的话呢，我们刚刚那一回合没有看到这个僵尸从这边过来啊，这就会看到，看到没有，僵尸来了。哎 ，OK OK， 僵尸门关闭，僵尸门又要开启了。好，然后到下一层的话，僵尸又要出来了，僵尸又要出来了，我们可以稍微等一下。好，收点了，别出去，别出去，哥们儿，别出去，怎么老是有人想出去的？别出去啊，出去就作死啊，哥们儿，来里面电梯，又往下了，好，又往下了。我记得这边过了之后，我们后面要打个小 boss 啊，我记得后面要打个小 boss。好，我们就往下。好，又来到去这个地方的话，要守两个点，各位。不过僵尸怎么没下来呀？哦，下来了，下来了。不过僵尸比较少啊，都复活在右边，左边好像并没有僵尸。好，嘿嘿，继续往下。好，应该还有一层，上面的话呢是两个道路，下面一层应该是四个道，我记得没错。哦，四个道，四个道。别出去，别出去，守点，还是守点，还是守点。这个地方如果僵尸很多的话，我感觉会非常非常刺激啊！四个地方，哇，这四面八方都来僵尸，太刺激了！哎呀，真的非常爽啊！好，应该最后一层应该结束了吧？啊，结束了，结束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OK， 哦哟，这边有激光网，我们得小心一点，我碰到我们就没了。哦，走了走了走了，开个 V， 直接开个 V 往前冲。好，往右，再往右。哦，这边怎么弄这么多战甲呀？死亡空间是不是啊？啊，我直接穿那个战甲，我要。哇，这边的话又要上楼了。哇，后面尸变了，完了，后面尸变了，我们不管队友了，不管了，我们也管不了了，完蛋了，尸变了，大尸变了，完蛋了，我估计这把又要无了。快走，快走，捡个子弹。好，哇，这是个电影院吗？联合国电影院，这是啊？啊哈，哎呦，这地方到底什么鬼啊？怎么还有电影院啊？我来这边看电影还要经过这么崎岖的地方啊？这边要跳一下，这边要跳一下，这边怎么走？哦，啊，哦，这边往下，这边往下走，这边往下走。我去，搞错了，搞错了，搞错了，哥们儿，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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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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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才是真正的地狱啊，各位！我的天哪，这边还有个 boss， 我们这边要把这个 boss 给干了，我们才能到下一关。我去，这边还有个 boss， 快快快快打 boss， 这是个铁血重甲。很垃圾的 boss， 说实话，但是我们这武器也太垃圾，我们武器也垃圾啊！问题是，还有八十秒，我们在八十秒内要把这个 boss 给干掉，这有点难吧？我感觉有点不太现实啊！八十秒把 boss 干掉，啊？里面还有个僵尸，这个僵尸不过不抓人，他估计也不想
从头开始来啊，他也想等一等，他也不想从头来，别抓哥们儿，求你了，别抓，好吧，我们一起来对抗这个僵尸好不好？啊，来打个字，僵尸不要抓，别抓了，对，我们一起收点好吧，一起收点，把这 boss 干上之后的话呢，我们等会儿啊，到下个存档点了，我们再开抓好吗？你们也不想一直待在这边吧，是不是啊？我们在这边，其实我们在这边直接拿毁灭者就可以了，并不需要换弹啊。但是我们杀阵毁灭伤害比较高，来，我给稍微点一下，好，40多，还有30秒就开门，这怎么可能打得死啊？人太少了，怎么可能打得死啊？就几十秒时间了，20秒，完了呀！那打不死僵尸不都过来了？僵尸过来我们不就无了吗？是不是啊？我靠，这怎么办？还有10秒钟，完蛋！僵尸还有1/4的血，完蛋！僵尸要开饭喽，完蛋啦！又要重新跑一遍，哈哈哈哈！我操！哎呀，还是有小丑来抓人。说了不要抓，还是有小丑来抓人，又要重新来一遍。你妈！好的，这把人比较多，可以，我觉得这把可以，来稳住，然后直接没子弹，直接扔掉，换上我们的普通加8牛逼大毁灭。好的啊，没血了，还有60多秒。稳了，这把肯定过，气死我了！哎呦，打了好几把，终于要过了，我操！哎呦，总共33回合，打到这边我们已经22回合了，哎呦，我的天哪啊！跟着绿光跑，可以，作者给我们了个提示，跟着绿光跑，那我们得找一找这个绿光在哪里啊？好，这边，然后这边的话呢，哎，这红光不对，要跟绿光跑啊，跟着绿光跑。慢慢来，然后这边往左往右，好，然后再往右，然后继续往前， OK 的，没有问题。哇，这局人太多了，各位，就4个僵尸，可以，这把太稳了，只要后面没人作死，我觉得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好，再继续往前来，往左啊，哇，这么长啊，这地方长的有点可怕呀。往右，再往右，好，过了一个独木桥，哦，这边要往下跳，要游泳了，哦哟，钻过这个隧道，哦哟，很酷炫，哦，这作者好像很喜欢水，怎么老是让我们走水路啊？真受不了。好，又到这边了，可以，哇，这地方感觉，哎呀，我说它是地狱吧，也有点不像地狱，总感觉有点怪怪的，这个划分，应该是类似于地狱吧，感觉，我们还没有上天堂啊。等会我们就要去天堂之路了，各位，现在还没有啊，等会我们就要上天堂之路了。好，这边继续往前走，这边类似于一个下水道一样的地方，我们在这边小沟沟里面啊，伏地前行。哦呦，这边，哦呦，这边还有一个冲力，有个阻力，这边有个阻力啊，在阻止我们前进。好，上来 ，nice， 然后绕一个大圈，左边，右边，哇，后面僵尸大军来了，我的天，快走，我的天哪！后面全是僵尸，瞬间11个僵尸了，只有6个玩家了，完了，出大问题，各位，完蛋，出大问题，怎么还没到存档点啊？这么远吗？这图啊，到，跟你走，哦呦，这又是管道，然后走独木桥，好，慢慢往前，往左，好，然后在前面，可以过来 ，nice， 开门，芝麻开门，哇，怎么又有管道啊？这作者这么喜欢管道吗？全是管道，好，后面全是僵尸，好，哇，现在压迫感太强了，汗流浃背了，我已经汗流浃背了，老铁，汗流浃背了，老弟，好，好，好难受，各位。玩久了，我的手都麻了，已经玩的，好，还有啊，怎么？上来了，主，40秒开门，40秒，你干嘛呀？40秒干嘛呀？捕鱼啊？啊？40秒，
我靠，完了！最后一刻被抓了，你在逗我吗？40秒，后面人不要被抓，千万不要被抓，千万不要被抓！还有10几秒开门了，把门开了，这应该到存档点了。你们看，前面有枪，应该到存档点了。求你们了，不要抓了，直接到存档点吧，好不好？求求你们了，不要抓了，不要再抓，我要崩溃了，兄弟，再抓我要崩溃了。Oh no， 逃脱失败。OK， 到存档点了 ，Nice 啊，终于到存档点了 ，Nice。好的，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呢，已经到了存档点了啊，然后拿上武器啊，这是我们刚才来的地方。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就要往前面走了吧？没错，往前面走。哦，我们回到正常的一个地方了，各位。上面那些地方应该就是我们刚才跑的地方，下面的话呢，来到了马路上，啊。这应该就是我们最后一个阶段了，第四阶段的话呢，我称它为天堂阶段，因为这个地方的话呢比较卡哇伊。你们看左边，我们接下来的话呢要去左边的地方啊，比较卡哇伊啊，所以说，我个人感觉这是天堂阶段啊。好，这边的话呢，迷宫大概要18秒、17秒啊，需要等待一下。哇去，我们已经玩了差不多2个小时了，哥们儿，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哎呦，我们这边稍微等一下吧。迷宫，4、3、2、1 ，Let it go！ 迷宫大王啊，有箭头，他这边有箭头，那还叫迷宫啊？有箭头还叫迷宫啊？那就不叫迷宫了，那叫路宫了，真的是，那叫公路了。我就跟着箭头走吧，这边啊，有箭头的话，说实话还挺简单的啊。好，这边往前，往左，再往左，往右，好，这边还要往右，再往左，哦哟。然后这边还要往右，哇，如果这边没有箭头，我说实话那是真的难啊，还好有箭头啊。然后这边再往左，哦哟，找到宝箱了，再往左，再往左， OK， 前面穿过小树林，呜，然后这边再往右，好，然后这边一条直道啊，哦哟，天哪，我也玩得汗流浃背了，各位，你们看我们已经142分了，你们见过哪个人玩大灾变能玩到142分的吗？上100分都很夸张了，在大逃杀模式里面，天哪，这个大逃杀地图我已经玩到100多分，太夸张了，真的太夸张了，哥们，真受不了，哥们，真的太夸张了。好，这边的话又要等待一下开门啊，前面的话两卡车，难道要通关了吗？难道我们要通关了吗？哎，我受不了了，我要通关，我受不了了，张图，我已经有点受不了了，我有点崩溃了，各位。我已经有点崩溃了，我已经汗流浃背了，我这张图玩的犹如蟒蛇缠绕般的窒息感现在。好，我们这边再往上，好，然后这边还要往上，这个楼梯还是反着的，我们必须得反一下给它，好难受啊。好，这边怎么又在往上走了呀？好，其实这个房间里面的玩家其实挺有幸的啊，他们应该基本上没有，我盲猜一波啊，基本上应该没有玩家通关过这张地图，他们居然来我房间了，然后跟我一起通关了，我操，能陪我玩到现在也挺牛的，说实话，能陪我在这个房间里面玩到现在的玩家，说实话也挺牛的，能玩到现在啊，起码2小时了已经，太牛了各位，太牛了，来继续往前，往右，往右，往左，好，然后这边再往右，好。哎，再往右，然后这边的话呢又有个管道，哎呦，我现在看到管道我已经密集恐惧症了，我现在已经看到我，哎呦，太难受了。然后这边要往下，哇，这图好奇怪哦，一会儿我们要往上，一会儿我们要往下，像一个迷宫一样的。这个作者的思路应该就是往上往下往上往下的一个思路啊，从上到下再下到上啊，我已经看透这张地图了，我玩了这么久了，我已经看透这张地图了。好。好，这边又要等待时间开门啊。不过现在僵尸的话离我们也比较远啊，所以说问题也不是很大。好，我们这边稍微等一下，4秒钟、3秒钟、2秒钟、1秒钟，芝麻开门。好，然后往左边走，往左，然后再往右，然后这边的话呢需要破下墙。哦哟，这地方就有点强行了，各位，这几个区域感觉像作者强行加的。也没有那么多逻辑在里面了，你们知道吧，就没有这么多逻辑在里面了，有点不合理啊，有点类似于感觉像作者强行加的一样。我真的不知道啊，作者做到这里的精神状况是怎么样的，我在想，
我们玩玩到这边已经这么累了，坐着坐到这边，我说实话，坐着的意志力真的很强啊，坐着的意志力真的非常非常强啊。我其实挺期待这张图，如果以后坐着做完了会是个什么样子啊。太亏贼了家人们，太亏贼了。太亏贼了各位。这边又要往前走一下，僵尸的话还是现在还是比较远的，估计僵尸也快放弃了，受不了了。我的手已经麻了，你们知道，玩到这边我的脚和我的手已经麻木了，全程跑两个小时我已经麻木了各位，我已经麻木了。这边又要往上了，你看刚刚往上又往下，然后今天又要往上了啊，跟我想的一样，这个作者思路就是往上往下往上往下，在一个屋子里面，在一个建筑里面往上往下往上往下啊，然后达成一个比较绕，比较循环，比较玩起来比较久的一个玩法，我大概已经明白了。好了，又来到了个新的区域，这个区域哦，要开门了，又要开门了。我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到终点啊，我们这边还没到终点吗？已经23回合了，还差10回合就通关失败了。别呀，别这么搞我啊，别这么搞我啊。我录大逃杀一般都有个原则啊，基本上都是把通关的视频给大家做出来，不通关的话说实话我后期也会把它也去找一下这个素材，我会自己单独再去跑一遍，然后把它跑通关了啊，希望让我一次通关，让我一次通关，别让我再受那么多折磨了，我受不了了。这张图我感觉如果僵尸不抓的情况下光跑，我感觉起码要跑一个小时以上，我个人感觉啊，一个小时左右吧，以上应该不至于，一个小时左右我感觉很夸张，真的很夸张。好，我们这边再往前走一下。哎，怎么走怎么？哦，完了，僵尸来了！哎呀，僵尸来了！僵尸大人，手下留情啊！求你了，别抓了！这边还有这边僵尸啊！要把这要打死是不是？哇，完了，完了！最后给我来了个迎头一击，兄弟！最后给我来了个迎头一击，西吧，干什么呀？完了，我们这边的话呢，就需要左键九阴白骨爪把这个僵尸挠一下。哎呦！还有两个玩家不见了，你们发现没有？还有两个玩家不见了，算了，玩家不见最好，我们这边直接走吧，直接走吧。我们看能不能以僵尸身份跑到终点吧？好吧，我真不想玩了，各位，这张图真的玩的我脑袋已经晕了，开始，脑袋真的已经开始晕了，很难受，我现在，我的手脚是麻木的，我的脑袋是晕的，现在很痛苦，我现在玩的，我现在反而希望那两个玩家不要出来，不要出来，求你了，我不想从头再跑一遍，我不想从头再跑一遍。如果从头跑，估计上这个存档点，我估计在下面那个马路上的那边，哇，从头跑也这太痛苦了啊！哦，这边要干什么？哦，这边的话有很多云朵，这边下面可以直接过去啊，也不用踩云朵，其实，好，我们直接过去吧。好，应该要通关了吧？这不通关，我真受不了了。40秒开门，这边的话呢，说白了，如果玩家真的到这边了，还需要最后在40秒钟再抵御一波尸潮，你们知道吧 ？Oh my god! Oh my god! 求求你了，求求你了，通关吧，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玩完这张地图之后，我一个月我都不想玩逃杀图了，求求你了，我真不想玩了啊！我真的不想玩了，兄弟。哈哈哈！来七秒钟，6 5 4 3 2 1，通关 ，nice 啊！各位，我们终于通关了 ，yes， 终于通关了，啊哈哈！终于通关了，各位！哇，玩完这张图，我一个月我要消失一个月，我一个月我都不想玩逃杀了，太痛苦了啊！那好吧，那我们今天视频也差不多到这边了啊！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一定要记得给这个视频一个三连。我后期制作这个视频，我都做了整整有好几个小时，大概做了有4-5个小时，光配音我就配了4-5个小时，真的要爆炸了，各位，爆炸啊！好吧，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边，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各位，拜拜。